Now our engineer ready to connect the power. 这边还要找标志吗？找就是找个标志就对，地线就接着。我简单介绍，就大家实际的不见过。到时候就是在380伏，三角静电接，哦，接这边三线也对，可以接这个三线也是，哦，两边都可以，两边都可以。三线肯定不中，三线220的，剩下这个接哪边？是在这个？这个是在主播上接，但是咱这不用接可以。地线反正不用接，反正正常情况你得接，咱是不是现在是实体的嘛，实际上不用接，接不接都可以，往上点几转。那这根地线客户也不用接吗？接。他接哪儿去啊？这边。这边不是有那个？这儿有个接线柱，就是往这地线。哦。接这儿接不上，然后反正找个地儿人一接上再接这儿也中，反正往这上一打也可以。哦。这样。这样再通过。好了。嗯。他那个连个。往那一打也可以，但是看你这个线打不到他那。底啊，底下最好接着底，这边人家给的有那哈。啊，往那一接可以。这个不是咱做的，知道吧？哦，就客户老说，就咱接着接到电。你看人家那个线多短呢？咱做的产品都是留一两米，光线就是一两米。你看人家六三四十公分，就是接好了是吧？可以的。